天主，你创造了世界，并派你的圣子降生为人，将我人间。我哋感谢你，今日我哋举行祝圣校车嘅仪式，诚心地为这方便学生往返校园学习嘅工具感谢你，虔诚恳求你降福。 让我哋平安顺遂地运用呢架校车服务，你交托俾我哋嘅兄弟姊妹。以上所求，悉交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公道护节记，在树立帐幕那一天，有云彩遮盖了帐幕，晚上云彩停在帐幕上。 形状似火，直到早晨。白天有云彩遮盖，夜间云彩形状似火，常是如此。几时云彩由帐幕上升起，以色列子民随即起程。云彩在那里停住了，以色列子民就在那里扎营。 依照上主的命令起程，亦依照上主的命令扎营。他们全照上主藉摩西所吩咐的，遵守上主的教训。这是上主的话。感谢。好啦，咁我哋吓，多谢上主啦，俾我哋咧能够买到架校车，嚟到为大家服务啦。虽然听起来。 九月訂到而家先掂啊！我求祈求祝，咁啊，到學期尾先結束，先至搞掂啊！能夠到阿次嚟嗰個舞蹈啊！咁樣我哋感謝上主咧，賜俾我哋工具啦，服務我哋嘅學生，希望大家好好善用，繼續。 我举母向圣山仰望，我的教主来自何方？上主的护卫和保安，白天太阳必须将你，黑夜月亮也不害你。 上主保护你于任何灾患，上主保护你的生命平安，上主保护你出外，保护你回来，从现在一直到永远。天主，你降福了这校车，也求你降福驾驶同埋乘坐呢个校车嘅人，福你子民出入平安。这是天主永生嘅话，愿全能的天主。 你哋係，所以幾大踩咗你啊嘛！先夜食好多夜餐，我夜食。係啊，唔係靚仔主任揸，靚仔司機揸車，我哋唔上嘅。唔係靚仔主任揸，我哋唔上嘅。